为什么你车上会有女生的发夹？真的这么不信任我？车善用，你外面有女人啊，敢搞外遇，这个家跟公司你会永远出局。出局的人不会是我，而是你。我已经完全抓住你的弱点了。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胜利，对韩社长做了不能被饶恕的事。要是告诉韩胜利，会一起完蛋的，懂吗？明天也胜利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全新2小时。